第二天开馆时间还没到，排队人潮已经从门口排到人行道，整整绕了美术馆半圈，根本看不到尽头。排队抢头香民众7点就来卡位，苦等3个小时，终于进场。因为第一天人多到爆，2次到场都没买到票，官方还3度封馆，就怕太晚来又看不到僵尸，一早先排先赢。我从台北来，昨天早上又来，晚上又排行官票，但是排不到。 还有民众穿着古装排队，打算和僵尸合影，但在场外就被劝导。僵尸展首日开展，共吸6861人，从早到晚人潮没散过，更规定看僵尸限时5分钟，时间一到就赶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清场喽。 恐怖僵尸真的很夯，小小展间被挤爆，一次开放60到70人进场，但根本还没看过瘾就要被请出场，民众抱怨连连。好，3、2、1。小弟弟自己画了符和妈妈看僵尸，原本很挫，但看完觉得不可怕，胆子超大，还要和僵尸合照，开玩笑的说人比较可怕啦。开始。 觉得比较可怕，但是后来就不可怕。僵尸展第二天一样排得落落等，但不像首日动线乱糟糟。3个僵尸作品全台疯狂，真的让人始料未及。这来关张爱神居小组台南报道。相信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。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 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。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